吻向这可爱俏脸。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真的许志安的家人？都几次的，都几次。哦，你是他哥哥。是，是他哥哥。哦，好，多谢你参加。多谢，多谢参加。多谢，多谢。Thank you。你目标注视了，因为你是许志安哥哥。是，是，没错。你其实是不是都喜欢了唱歌很久了？跟阿安仔一样。他比我先嘅嚇，咁、其實我都好中意唱歌，唱都中意即係表演一下咁啦，係啦。我個名叫戚代代代代，咁我係2003年嘅香港小姐季軍，我係1998年嗰陣參加過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嘅，咁就入咗8强，今年生日42歲啦。咁我老公同我講 ，This is your last chance。弄得發痛在心中，痛全是感動。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。永遠啲人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香港小姐，唱歌唱得 OK，又或者係呢一個係一個主持，唱歌唱得幾好。但係我都希望人哋覺得啊，呢個人係唱歌嘅。为什么你不选广东歌的？我觉得我自己唱国语歌好听一点。是不是你说话有懒音？可能国语歌，国语歌是，不是国语歌，国语歌好听，国语，国语歌好听，国语，国语歌好听，是的。所以你选广，不选广东歌是对的。吴老师仲要话我有懒音啦，成件事错晒，我觉得自己直情打烂咗自己个招牌。喂，你同阿雷哥好似样喎，系咪啊？系啦，系咪都有亲戚关系咧？系系啦，譬如我哥咯，系咁大家通常会点样嗌你噶？通常嗌佢雷哥啦，嗌我 Evan 得啦，我叫 Evan。唱歌方面佢就冇乜点提点嘅，佢都吓演戏好啫嘛。唱歌我谂佢唔识点提点，我要等啲导师提点我。你唱歌好啲系嘛？我觉得啫，我自己觉得啫吓。悠悠戚戚春云不断，冷冷暖暖一片红颜。呢首歌是我当年即系同嘅初恋女朋友分手嗰阵时，嗰下嗰啱啱呢首歌出。咁而家有冇同嗰个女朋友联络噶？分开咗21年之后，撞翻而家成为我太太。哦，所以呢首歌好深刻。痴心爱侣仍难逾越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。一刻目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评判好。咁我系 E-Kiss 嘅前成员林永亮 Alan。好多人都问点解 Alan 你会嚟参加呢个歌唱比赛？其实你已经系一个歌手啦。咁但系我觉得就系中意唱歌系冇分话年纪啊、年龄嘅。咁啊，最紧要自己中意嗰样嘢，就向住嗰个梦想去追梦咯。如真如假。如何分身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但并有钱剩啊，系啊，你嗰个鱼痴嗰个你嗰个做法咧，系可以好聪明咁样咧避过一下冲出嚟嗰下咧就塔 Q 嘅，系啊，系好 smart， 多谢晒，正啊，好好发挥得好，好，多谢晒张老师，多谢晒李老师。即係大家都認知你就係光頭仔啦，之前都即係出過歌啊咁樣噶嘛，點解會今次又參加呢？真係好耐冇喺大家面前再同大家唱下歌，準備咗一啲之前想唱但冇同大家唱嘅歌。但係你之前係一個歌手身份啊嘛，你面對住啲評判嘅時候，會唔會覺得啊，佢哋可能對你嘅要求都會高啲咧？冇咁啦，俾下面啦，我喊㗎等陣。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睇过你啲戏喎，我好细个，成日听你写嗰啲歌噶，我细个。唔好咁讲，我成日听阿妈嗰啲歌真。咁我都有成日听，咁我细个嘅时候都已经听噶啦。你嗰阵时系光头仔童星嚟嘅，系，点解到而家先至即系攞翻唱歌嘅梦想？我想除咗话俾人听我系一个演员，其实我都中意唱歌。有着我，有着你。
天老地老也好，转悲离喜，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阿邓生，点解你会参加今次嘅比赛？我都想知。点解你会嚟参加？早几年妈妈过身，咁就想有机会，如果有幸可以喺舞台上咧，就献俾母亲同父亲。孩儿可知相亲多苦恼，你每每放纵与放任，让着自立上高飞远奔。但呢首歌，我觉得佢都唱到嗰种，因为佢唱俾父母听啊嘛。有啲歌咧，你睇一啲歌词咧，真系好入心啊吓。你唱歌一定要自己都有嗰个感觉咧，然后所以令人哋感觉咯。我真系想你对住个 camera。同阿祥哥同祥嫂講兩句説話得唔得啊？感激父母啦，因為到中年感受好多感受係回憶啊咁，咁啊亦都希望有機會做實，即係鼓勵我覺得自己兩個仔啦，要對父母嘅愛感恩啦。啊，多謝你。